我们的王雨昕老师，他们的所有的今天呢来了啦啦队，来啦啦队准备来，一二三，啊啊啊啊！你操你！节目二十年以来最长的啦啦队的这个词，哇哩咧的！我们节目播出才一个小时，你们就搬用了三分钟了。啊，我欣欣老师对表示你人缘好，对呀，而且这样会增加你的气油，所以我在怀疑比较大。真正想来录影的其实是他们，真的，没错，将来全部陆陆续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节目，是是是。